今仔日个咱上田资本大法师呢，伊不忍众生苦，不忍性教衰，引领着咱啊法轮纲常啊所有个师父啊以及即护法大德居士呢，共同来创立啊非常庄严即间道场。资本大法师为华忘妻，牺牲自己啊照亮别人个即个情怀呢，啊咱。希望会当用最热烈的掌声啊，来解感念，解多谢阿弥陀佛。今仔日，咱的如本大法师继承了咱佛陀的旨志，来弘宗演教，弘法利生，无非就是要咱啊，所有众生会当离苦得乐，无非就是要咱完成佛道，这款的因情，这款。啊！用心良苦呢，值得咱家感谢。咱再度以最热烈的掌声来多谢上如下本大法师。师父开始咱大乘的佛教佛法，莫非就是要让咱开悟正果？咱来当超凡入圣，咱的功德主就是师父。你讲对不对嘞？阿弥陀佛。如果咱也因为师父的大爱，师父的弘宗演教，使咱从此以后呢，会当来断了轮回网，直超无上的菩提。那安尼呢，咱永永远远，咱就要感谢功德诸天的如本上人，阿弥陀佛。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啊，来给啊欢迎文良大法师。如本大法师。诸位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啊，诸位来宾，大家摩诃阿弥陀佛。哦，看人真咧济吼，啊，心中变战惊，顺时当个叫恁手甲我加油者。咱看咧，日本大法师这种的主宰，是来给咱的学习。我今仔深深体悟着讲，要徛在这个台下顶讲两句话，确实无简单。咱日本大法师啊，连续要讲三天，下这个法讲座，但是呢，下昼我咧困中昼，迄个弄梦讲。我娘法师啊，来吃蚵仔煎，我错了一个。我讲他会真咧自在咧，真咧干煎啊，还佫吃蚵仔煎。伊讲无啦，要吃素食的蚵仔煎啦。我心内是烦恼，甲讲我硬硬要讲两句话，慢慢才讲起。但是亲像我听我着讲，咱日本大法师呢，伊在一生中面谈，但过去是历生生世世所累积来啊。伊本来的准备足济，所以足自在、足解脱。昨我也咧看到讲，啊，法师啊，伫落雨呢，啊，是毋是会影响啊？伊讲无问题，绝对拢爆满的。从伊这信心呢，毋是一个真普通的人有法通建立的。所以讲，如本大法师伊这种的自在。解脱啦，实在有值得咱来学习。你讲是无咧？再来呢，啊，我就咧甲日本大师来安甲讲，
我讲应该必须，人是安怎呢？啊，三流的来请一流的秘书，就讲真有威德啊，真有名望的人来秘书安尼。啊，你像讲我，恁在座嘛无人捌我，啊，小小是一个台东啊后山的太平山顶，啊无人捌。但是为什么伊偏偏无去请这个高等大德，啊会来请到一个默默无名的人来做秘书呢？对这点，咱就会当来家己体会。咱如宾大法师，伊的菩萨心肠，伊对着咱佛教的这个未来的发展也好，也是讲对咱的兴衰也好，所以非常的这个注重。伊就是讲来培养花匠什么话呢？青年精，因为佛教是咱注重。注重地主共同的，所以呢，伊就献出这大的心量，来予这些年轻人来学习，来和每一个菩萨来结缘，来予伊学习伊的胆识、伊的胆量，日后有哪亲像伊呢？亲像伊安来好这狮子王，下当来度无量无边的这众生。对这点来甲看，伊的心就亲像菩萨。菩萨的心像啥呢？亲像大地，菩萨的心亲像虚空，菩萨的心亲像大海。你若大地无论安怎个站，安怎个配摊烂，安怎个骨，伊也生出万物然后来应用。大海浙江之水，安怎流好歹，吼种种落的时阵，伊也无甲你嫌讲啊，这是好的，啊是讲这是歹的来甲你分别。所以讲。咱这个如本大法师呢，伊这种信仰会当讲，予咱注重弟子呢，啊来甲肯定，来甲恭敬。所以讲我呢，代表呢，啊，咱每一个菩萨在此来甲问讯。咱祝福在着咱这个啊如本大法师呢，伊这个啊师祖放下，伊安尼来啊宣扬这个妙法。让咱大家拢会当证到成果，这是最大的期望。阿弥陀佛。咱接着下来，就是咱万客隆建设公司的徐董事长啊，咱以掌声来欢迎伊。阿弥陀佛。今日因为上师的疼痛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爱我含有这个机会来讲几句话。我感谢上师啊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师兄师姐，伫不明个等无闲个中间来参加即次个法会，聆听上人个开始是咱个福报。咱拢知影上人个开个修持非常个赞。我曾经伫遮第几出家一礼拜做伊个弟子，尤其上人个即个修持非常个赞，尤其伊个讲经说法。深入浅出，辩才无碍。相信咱来聆听，咱上人的开始以后，一定会法力充满，福慧增长。今日咱拢有福气来听上师的开始，实在是咱大家的福气。咱来对着咱的上师来行，应该就无唔对。最后，我祝各位法力充满，身体健康，万心佛道。感谢各位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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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一切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大家请放掌哈。阿弥陀佛。诸善长老，
文殊道法师、长智道法师、所有法师，以及咱议会社会上名流的士绅，乃至所有咱议会公台热爱真理，即所有听众，以及着咱大会司仪，用超重量级的司仪，向书记官大家安安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真感谢了，咱家拄啊，万科龙建设公司的董事长释迦牟尼菩萨，甲咱语言几句，互咱恭敬带来无比的信心甲温暖。真感谢，谢谢日本人叫做阿弥陀佛，谢谢谢谢。更加感谢了远道来的贵宾文殊道法师。讲到文殊道法师，我就真侪心声甲心定，要在这所在用短短三分钟来介绍一下。文殊道法师有三点、四点、无量点的好处，在这所在，我简单提出呢，我含伊熟悉所认识的优点，甲提三点到，后摆介一点慢慢分析。第一点，文殊道法师呢，伊当是弘法布教度众生、推动法轮的非常热诚一个人，伊第一点优点。第二点，伊是个有情有义、性情中人啊。第三点，伊是一个相当随喜功德的人。一般人要做到安尼，无遐尼容易。那么本身伊呢，下过将近要二十多个外冬呢。会当堪称是上座啊，会当讲是相当有修持人。有缘呢，咱一通电话吼、哦，本身搁甲山顶甲请一个呢，伊义不容辞呢，伊当下满口答应来参加咱这次的发挥，同时间语言遐尼庄严，在这所在，咱是毋是讲伊随喜功德，达咱有如个赞叹的注意？假设咱有讲，伊这个为法蒙苦，以弘法布教讲经呢，这个精神我爱学伊，确实我爱学伊。为安怎讲？因为呀，伊不论是一个人来伫西子号精舍，该请愿呢，伊照常出来有伊开始；三个人来催伊，伊照常伊出来有伊开始。团体来二十个、三十个、五台游览车、十台游览车来推，同款无分别心，亲自下马落来为大众开始。咱讲是呢，无分别心的状况之下，这款弘法度众生的精神，我深深的感动。这点是唔是呢？值得咱呢，甲阿弥赞叹的所在啊！所以呢，有一处。我听讲，就伊雄雄啊，准中风了。伊就是为了安怎？为了度众生，无眠无日，伊伫付出，精气神伊伫付出，为讲伊讲讲者散去，因此无甲身躯呢日日落落。所以呢，我讲伊讲经讲啊中风，啊伊听讲如本阿叔讲经讲啊面翻乌云，因此两个了了有病有流病流啦。所以东边乡邻呐，所以伊有一款的成熟，今仔习惯遐尼庄严，习惯遐尼呐，达至咱个阿弥赞叹，这唔是讲呢一标一压所未来，完全有静音效果。所以这款为法蒙苦度众生的精神，那确实讲有机会，我占较悬点啊，歹势。以后啦，我成佛了后，我会奉公呢，文殊大法师。是我佛的弟子内底恭敬说法第一的弟子，哎，你是不是啊，诸位啊？我嘛希望文殊大法师有一天，伊啊成佛了后，我嘛要希望做伊一个大阿罗汉，我来做伊做哈，做恭敬第一的弟子。文殊大法师，你讲好唔好啊？啊，阁有，啊，阁有长智大法师呢？在大当林下推动法轮，主持佛法，也能讲是因这两尊的大菩萨，
伫台东佛教推动甲有声有色，遐尼兴旺呢。因两个呢，会当讲是在佛门中台东佛号佛法遐尼兴呢，非因两个莫属啦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咱敢袂当佫再多一阵的菩萨声对伊供养注意啊。咱若是有机会，佮台东的时啊，师子好佮行一转。正是伫太平山顶，毋是太平岭啊哦，太平乡，啊，佮伫台东林下这两个古镇，咱有机会去佮台东佮行一转。伊有真济法宝，有真济菩提影，互咱佮哦，入宝山毋好空手回。一点呢是日本在这所在有遮尔大的福音，甲规注意报道呢。简单报告到这吼，谢谢阿弥陀佛。注意菩萨，在这所在，我要甲注意请问几句话啦。请这问咱注意学佛的宗旨在哪里？注意有要讲看卖无啊？学佛的宗旨在哪里？有人讲些啥话？讲当然学佛就是要成佛啦。你老人家讲真对，学佛就是要成佛。既然学佛就是要成佛者，成佛未当无见性，成佛未当无修道，要成佛未当呢无来正道。如果讲呢？那要成佛，阁无见性、修道、正道，讲个成佛者呢，皆为魔衰，也永远的遥遥无期啊！安尼就有清楚无啊？这非常要紧。如果讲要成佛，要成佛的人，那无经过呢见性，无经过修道，无经过呢正道洗礼的阶段呢，这完全呢要证成菩提啊，遥遥无期。佛教叫做无有是处，安尼就有证加明必无啊，这点非常要紧。这也就是为安怎，为安怎？这三天我要讲这佛的工作，以这个见性、修道、正道，要来讲这题目的理由。也因为每一个人，人人学佛就是要成佛，因为成佛啊，无经过这个阶段呢，是无可能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望注意大家，这三天相信呢非常的精彩。这唔难讲，头啊听一讲，尾啊听一讲啊，重点突觉呢，安尼是无太人命哦，你唔知道我讲啥哦，会变成。断章取义啊，听得未完完，唔多卖。三讲呢，佮听完完，无大彻大悟，冇中悟，无中悟冇小悟，无悟冇一个印象。正下以后成佛的印证，以后必然会开花结果时阵。注意，咱开始要切入主题，要来讲这个见性的问题啦。见性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那是无重要的者，为何历代一开悟的祖师，所谓圣经乃至三藏十二部教典，一一呢指明见性的可贵之处？在这所在，咱讲话要有一个根据啊。伫这涅槃经内底讲，注意听好哦。涅槃经有人讲，伊讲见佛性不明众生啊，不见佛性啊。是名众生，诸位你也看身边边有投影。那如果后壁看头前的影无袂到人的，恁后壁一两侧呢有六台的电视啊，有投影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啊，环境佛祖要离开世间的时，千叮咛万交代，一直呼吁，一直叮咛。伊讲见佛性不明众生啊，哦。不见佛性，是名众生。问伊众生，还是毋是众生？问伊到底有见佛性无？如果讲，如果呢，伊也见了佛性了后，伊就进入这圣人位入去啊。如果若无见佛性为者呢，是名为众生啊，还阁漂流伫三界内底，阁六道中去沉沦生死咧。
所以见性对着一个修道人来讲呢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重要唔知道要怎形容啊？莫怪禅宗有讲一句话啊，直指人心啊，见性成佛啊，这个道理也是在这所在全部展现出来。所以诸位菩萨，一句见性对一个佛的弟子来讲非常重要。因为伊是关系到一个人到底会向修行，未向修行，修了有入门，无入门无。因为找那无门路，有可能修了较济，会走会入魔；找无门路，有可能修到呢，准呢出问题啊，甚至走会入魔，甚至走到崩云走倒去，有即款的危机的意识的。所以在修道过程当中，见性对佛弟子来讲的，徛伫相当重要一个关键所在。第一啊，见性，因为呢，见性了后，你才是真正会修行。唔，你逐天用妄想意识，用执着的心去修行，用妄想的心去修行，用污染的心去修行，用这取舍的心去修行，用得失的心去修行。那你这款的人一开悟证果的注意啊，恁讲敢唔是咧？不可能啊！所以呢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第一爱心见性。再话联想到呢，过去古来在这讲了四句偈啊，伊讲修行无别修，只要是路途啊，路途一旦明，生死一起修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修行爱找有门路。如果无门路呢，你先两先从伫迷魂阵内底呢，说袂出去，念袂出去，刻袂出去。为安怎讲？因为啊，你无门路，无得指南针啊。在哪山就一台车，你欢欢喜喜开出去。可是伫市区呢，你无有这个指示牌啊呢，卡说就属于中山南路，卡说就属于中山北路，直接是金牛无说袂出去。迷就是安尼意思，找无门路。你若见性了后，单刀直入，一针见血，当下明心见性，当下世间欠一个人，转凡入圣境。所以见性非常要紧。那么，咱这个禅宗，还是讲修道人来讲呢，非常的重视这个见性。为了心中起见，咱利用这个。六祖慧能祖师呢？人伊老人家客串要讲两句话啊。六祖慧能祖师讲：但论见性啊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吼吼，注意哪呢？这两句话画出了非常庄严的两句名言呐。伊意思就是讲，我六祖乃是释迦牟尼代代相传的禅宗。一直到我六祖为止呢，我拢论啥？卖论佛法辩巴，论了佛法呢，拢论见性的问题。如果远离论这见性，论六道轮回，论生死，论涅槃，这介意含我这个法门呢，无直接的关系基础啊。所以讲，但论见性啊，不论禅定解脱。那么这个禅定当然佛门界重视，并无甲排斥，只是讲以这个宗门来讲呢，是以这个见性为宗啊。我无甲你论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四禅八定，无甲你论遮，嘛无甲你论讲呢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，更加无甲你论啥，无论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十地菩萨，无论这个。正悟的处地阶段，我无甲你论遮，我只是论讲你有见性无，这才是要紧的。这是我呢，释迦牟尼佛传到阿难尊者，传到菩提达摩，乃至传到我三十二代这个六祖呢为止啊，拢总是谈论见性问题啦。所以呢，咱特别讲话啊，禅宗是以论见性为宗啊。不论禅定解脱，也意义在这个所在。当然要甲注意讲，要甲注意讲，这个见性呢，见性有深浅，见性有深浅，有见了无深入，有见了有深入，
有建了有圆满，有建了无圆满。因为呢，这个建性啊，咱就譬如讲像月亮同款。那么在这个初九的月光明呢，这个月亲像这个西瓜食甲呢，迄肉食了，像咧西瓜皮安尼，初九月亮就是安尼，就种表示建性建了无解圆满。那么等到甲十二个时啊，月亮就将近应该要一半，像西瓜一边啊。等到甲十五夜、十六夜的时啊，这个月亮应该根本满过，就代表讲伊建成人习惯呢，已经撇掉见着伊本来面目、本来风光、本来主人的时阵啊，也就是呢，像咱主人翁，咱的佛性就是啦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建成建了有深有浅。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呢，不容伊所怀疑的事实，也是每一个佛的弟子伊所认同的所在。哎，你最有清楚无啊？这点也最要紧的。所以呢，过去真济禅宗的祖师，伊明心见性了后呢，伊就大江南北分游五湖四海，伊甚至伊呢世界呢随缘度众生去啊。随风度众生，那么因为安怎建成人？这是阮师本人甲我讲，讲如本啊，如本啊，一个见性的人可以堪称祖师啊，祖师的对啦，祖师，因为天魔外道游动不了伊，开悟证果明心建成人，天魔外道动摇不了伊一根汗毛，唔是一根哦，一根哦，动摇伊不了伊一根汗毛。因为开悟见个人呢，伊心地能转境，不必境所转，如如不动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夫造出来。所以呢，见性人会当看清做事，能兴化一方，会结交人。天魔外道呢，来不了伊。甚至连堪称的人天的导师啊，所以呢，诸位菩萨听好。那么，那你讲起来，见性非常重要哦，无唔对。如果那无重要的者呢，咱历代所谓开悟圣者，那么伊就免人啊啦。伊所以人落去呢，就是因为见性非常重要。难怪呢，祖师讲一句话：未曾见性人。伊生活是惶惶不安呐、啊，因为伊所拥有的用功拢是意识梦想嘛，哎，为人处事得失嘛，为人处事有处下嘛，算个处下，欢喜就处，歹就甲克掉，排除已尽呀，即款叫处下的心，得失的心，你在生活当中无非就即款，拢是生死之心嘛，唔是修行的心嘛，修行的心是信用。咱所讲建成迄信用，即后壁一连串会甲讲落去，注意去听看卖啊哩。即道菜真好食哩，小注意去听。注意，建成非常重要。性是啥物物件？性是无形无相啊。既然无形无相，要如何建？这个强够有咱的神经甲智慧啊，才会着见得着。为安怎讲？无神经的人，无智慧的人，俗世无正神经的人，伊见未着。为啥见未着？因为性是无形无相，要如何见？既然无形无相见未着，但是你如果清净，要如何见呢？这含伊神经有密切的关系，含伊智慧原理有密切的关系。有来修个开悟证果边缘，你要开悟呢，伫边个小块用零点一公克的力量呢，小块杀起来，伊就开悟伊啊。未开悟人呢，你杀个横喘，像恁老牛伫个拖牛车同款呢，同款带动不了伊开悟。即含伊要开悟证果的边缘，即要教人呢，伊听你家己大快人心啊。性是无形无相，无形无相要如何见呢？注意。要用无量无边的宽卡方便、善卡方法来给伊悟入、给伊悟见、给伊得见。
说开悟，祖师要让人开悟，伊有当时毋是像我咧好好讲呢，见面就默默个静静个，啊伊下下代就去开悟啊。你个想看卖啊？伊有知讲，我知用这套对待伊啊，去安尼无讲个啥呢？三两下呢，巴巴正正站站去开悟，伊个感谢，讲谢谢你，搁顶你三拜。注意你敢会看面？我咧巴巴站站啊，你会对我安怎？我怀恨你如本法师一辈子，老师是做厉鬼给你拖，因为你无了根基，你袂堪你搁安尼做。说一个开悟正果人啊，伊一定自己啊，伊知影根基道教。那么咱注意，或者是有人根基真深的人，那么有人是初发心，关关结结。所以咱必定爱用以无量宽加宏观的无尽的批论、无尽的批论的来衬托这个性是啥，互你见性。你有在这个所在，过去的诸佛菩萨、过去的祖师也是安尼教导一切众生，哎，你就有明辨吼，这点最要紧的。在这个所在，我都用一个禅宗的公案呢，来甲注意报告一下。报告讲，禅宗的祖师如何来教导弟子，何以弟子呢，也会当含伊同款来明心见性、超凡入圣呢？过去有一个宰相啊，问一个禅师啦。伊在一问一答的当中呢，当下呢，这个宰相就见性。见性不是出家人的心性专利品啊，只要你根基有够。你道行有够，善根地位高，高到有一个阶段，自然你就会了，就见了。那么在一问一答的状况之下，这个宰相当下呢，就明心见性。那么宰相就问这个禅师啦，讲请问大师，如何见性？性是何物呢？吼、哦，问了这两句的时候，伊讲如何见性？性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他们向阳都问下来。那么开悟圣经共识万那时块呢，他也给回答出来。用在家人我是谁啊？出家人我是谁？无名无姓我是谁？正我自性又是谁啦？哎，这四句给回答出来，注意不知道体会无？当这句话回答了这个宰相以后，这个宰相马上啪，悟入去啊！所以悟是一回光返照，不是心向外追求外在之物。这个观念要记好哦。会悟人是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不是讲死啊，别起来讲两句话，怎个倒会怎死去呢？回光返照就是讲，伊个心阁收倒转来，照着伊本性，照见本性就对了。那么迷人呢，伊心一直求法，三个外道，外道是心外求法啊，佛道就是爱向内心去追求啊，追求你个本来自性啊。所以这四句话，咱对哪位悟了人，如本呢，也无需要时间呢，来甲注意解释一下。伊这就是讲启发性的话，启发性的话，用在家人我是谁啊？出家人我是谁？无名无姓我是谁？见我自性又搁是谁啊？吼吼，注意的是哦，在家人我是谁？什么意思？就讲我目前无出家，我在家人。我是什么人啊？嗯，这有意思的哦。我后边再拆开予恁听。出家人，我是谁啊？啊，剃一个光头，穿出家衫，叫做三宝师。我出家人是什么人？无名无姓，我是谁？哦，骨入骨内哦，愈讲愈入骨咯。正我自性又骨是谁？其实这话就是要。破相显性的道理，诸位敢听有？破相显性，我破相就再过来。
你若听咧家己起毛子真爽的时阵，就甲吹流遐紧啊！我伫做阿红拍婆个，你婆阿吹正我做欢喜。我讲经讲到安尼有声无乱吼，安尼你就爱甲回馈者，你婆阿了吹者吹者，手个正甲是面骨呢吼，安尼都咱两个都一拜一拜，无受骗呢。在家人嘛是一正确，难道出家人唔是一正确吗？在家人、出家人拢是人，有啥物分别呢？只是伊视线与这个确性上差别而已。难道这个性有差别吗？要启发你哦，要启发你哦。我嘅讲话这个作用，含咱注意在做。一大技术，恁的作用有差别无？性无二别，性无两项，无两项，这个无两项，这个物件就是咱要见的本来面目。在家人我是谁？出家人我是谁？无名无姓呢？我是谁？这就是讲远离出家在家形象。直接呢，讲出款袂当说、袂当说迄个物件，迄、那个袂当说无形无常的物件，又可能作用，连个无常无不常的物件，即款是啥物件？第三句就得入去啦。因为佛性的物件是佛祖方便的加持的名词而已呢。讲佛性嘛是，你佛祖当初卖讲佛性嘛可以啊，讲叫做加塞嘛会使啊。咱这叫做加塞，啊，咱以后讲啊，我要悟这加塞。因这佛性是方便甲护名的，吼、哦，是讲，吼、哦，这地杯啊，较早吼，咱卖讲叫地杯啊，这叫做牛头，用啊，请师傅把牛头摕来，我一定摕这给你。你讲摕地杯来，如本法师哦，你找无迄物件。这个命名啊，即卖人叫做命名啊，护名，名是咱会，佛性是无名无姓啊，佛性无名无姓啊。讲佛性是以后修行人家封一个名，叫做佛性。哦，佛性后佛经叫做真心、真如、一真法界、涅槃、妙心、真如，名称一大堆，但是总是指着这清净的本源来讲。哎，你对有明白无啊？非常要紧。所以讲，咱要见性，这个话就是要你见啊。你唔就见了无呢？无名无姓，我是谁？有一天真正你见了你清净的本性，也就是见性的时阵呢，见我自性，又果是谁呢？哦，这句话会当讲呢，入句的话啦，无法度去形容啊，应真棒啊！所以这四句话，我希望注意以最快速度甲记起了后。大半日面上头啊，逐天想这，想到尾啊，你无开悟嘛？爱证据，无证据呢？这证啊，以后成佛开悟，也是因，也是无妨啦。要结束以前，再念一遍《开悟圣经》讲：在家人我是谁？出家人我是谁？无名无姓我是谁？证悟自性又搁是谁啊？这是完全启发呢，予咱回光返照，照见本性，真来真有美格的话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上听这个圣经，安尼启示了呢，伊刹那间呢，超凡入圣里边，你摄入边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上向这个圣经顶礼三拜了呢，才作为菩萨，性就这个不可思议啊。因为凡夫众生啊。伊完全所见就是见四大五蕴之体啊！看这六尘的世界，伊无多看这五蕴内底，还佫比着真人呐、啊，这清净的自性，伊无多见了人，见了迄个物件。伊看咱人身躯，啊，这都鼻啊，啊，这个鼻啊，这叫做目睭，这叫做耳啊，这个头，这个手，伊看拢是这个六尘的五，这个五六尘的物件。看到五的物件，看到相，无看到性啊！因此，有做甲你讲啊，破相显性，
所以呢，咱修道乃当讲见了圣人呢，如本无条件啊，甲你顶礼者，因为你唔是人啊。所以涅槃经讲啊，见佛性的人啊，唔是众生，不见着这自性人诶，是名为凡夫啊。那么咱讲话嘛要有根据，来，咱一个开悟圣贤，伊嘛刻传要讲话啊哦，咱注意双边边看详细哦。伊讲开悟圣贤讲，六根闻条一真人呐、啊。条条无无伴随君呢，可惜诸君不相识啊，害得永劫受苦轮啊！吼、哦，注意啊，听你个地有清楚无啊？有明白无啊？伊讲啊，伊讲六根闻条一真人呐、啊，条条无无伴随君呢、啊。吼、哦，六根。就是眼耳鼻之心意，这六根的物件是一个壳啊。六根闻条一个真人，这个真人你画一条船，北京语叫做一条杠，加写做佛性，还是咱的性本性的性，咱的主人翁就对啦。好、哦，六根闻条一个咱的佛性，咱的性有一条性，用条条无无伴随君。逐天呢，跟随你来来去去，哦，上上下下，可是你无见着你主人，真正有够可悲。三个六根闻条一真人呢，是毋是咱的目睭，逐天伫看外口的形形色色、风男绿女、花花世界，你看较非常的清楚啊。伊就是伫遐个喙齿吧，你无看着，难道无会成你连分辨吗？但这是这查甫囡仔，这是查甫囡仔，这是红灯青灯，这是可爱，这无可爱，这乌红青白。如果无互相分别的话，你有目睭等于有目睭青的人。如果敢若有目睭会当看的话，为安怎咱分去还是死去了后，无再再搁分别一切相，一切形形色色。在独独精神老神在在时，精神元神在时，才会分别一切境界。为安那死了看袂着，无多分别，连分别回光返照，一刹那间，啪一声，就见了啊！那讲见性者，我早就见了啊。因为如果讲，如果若无如本啊呢，这个佛性的存在，我这个嘴也无功能啊。如果无这个佛性的存在，我两眼也唔知讲，咱在座自家一千五百几个，客家位这个。大洋波电位，人遐认知，这就是讲咱有一个性的分别作用，有一个功能伫个。这个功能的主人呢，就是咱所诉求明心见性的对象。哎，你最有明白无啊？这非常要紧。为安怎咱人若命中了后，你用千刀万刀甲留甲割，伊犹原不知不觉，未起来反抗，因为伊的。心魂以性脱体，脱体就失去了这个知觉作用。所以咱人唔是是社会上错误两款极端的思想，叫做唯心论甲唯物论呐。何为唯心论？何为唯物论？在这详细甲注意报告一下。唯心论者，就是讲这个心性大性比这个物质性的存在，大性存在。那么，如果若无这个本性的存在，这个物质性伊也不能存在，无功用。唯心论者，唯物论者呢，就是共产的思想，伊认为讲咱人死了，动都无啊。吼、哦，像讲火车会震动，过去叫做啥？用这煤气啦，烧产生有蒸汽，煞动火车。伊这个火车有个作用，就是伊这个物质性伊功能产生的这个推动力量。伊的作用是因为物质的存在，伊才存在；物质消失，伊功能也失去伊作用。所以讲，伊唔认为讲咱人死了，含灵魂都无存在啊。这款的思想叫做唯物论者，这款是错误的观念。唯心唯物拢错误思想。佛教讲色心缘起论，吼、哦，听你家己大观人心啊！
佛教无讲唯心，也无讲唯物的。咱整体一个生命，一定要有物主感，这个精神界符合，以上我产生一款功能。哎，你自有明白这道理无啊？顺便讲一下呢。所以咱特别讲话啊，六根文条一真人，就是讲咱的六根，咱的佛性点出入，你睇无看到嘞，可怜呢，在眼能见，在耳能闻呐，在嘴子有知觉啊，在顶点算十苦啊，有个分别的作用啊。身躯你叠咧较正，望咧较正，初油、烧冷拢清清楚楚啊，有知觉啊。这六根的作用，伫遐佛性点出出入入，定定有你帮忙，你是四地人啊，为细汉今年较大汉啊。你阁无经由，哎呦，条条无无伴随君，你是暗时逐工陪伴你呢，伫遐来来去去呢，陪伴我这个阿君哎呀，陪伴我这个主人呢，你阁无看到伊，伊阁讲哦，可惜主君不相识，害得应劫是可怜呐，可惜啊，佛性。跟随你自细汉到即卖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、四十几岁、五六十岁，咱在座就是九十三岁了。陪伴你九十三岁啊，你阁有见着你主人无？你有见性无？卖讲即世人无见着啦，咱已经累生累劫、生生世世，拢总无看到咱的主人啊。那如果讲，如果若见着你的主人为者，你今仔日未则无无受，则沉沦生死啦！除非你讲敢毋是咧，绝对无毋对。所以啊，因为是咱本身自己无见着咱的主人，明心见性，所以呢，害得应劫受苦轮啦。所以当初我在这时看这四句偈啊，我目屎全滴落来呢，有感触无边呢。我再继续体会一句意思吧。虽然修道不是看这个表象的，不是看这个表面的，不是看这个四大五蕴之体，要破相显性。你莫看这空壳肉体啊，这臭皮拢有三行贪恋，有行三行依不舍呢。有人严重，佫摕一物件，逐工要照啦，这个自性恋呐，家己恋爱家己啦，唔然我如本来做见面较炎热。啊，无代无一面镜，照啊，阵白起安尼，最近较肥哦，较有油水就对啦。啊，最近较臭嘞，面都较裂嘞呢，目眶泛乌嘞。逐工在照镜，讲这春万死个滴，遐尼重视伊面腔啦，遐尼重视伊面貌，这不能破相。所以爱明心见性啊，唔通伫这个相个人长人短，计长计短，你会颠倒。所以有做讲众生颠倒啊。哦，爱明心见性，唔通互相骗去呢。讲到这所在，就我联想到呢，咱伫六成的时阵呐，是毋是讲有金刚经？金刚经是个请三重量级的师爷啊，就是咱金牙哦，江世之观菩萨哦，做师爷五工，啊，请了这徐太师菩萨啊，做五工的师爷，啊，佮咱这林立众菩萨呢啊，做五工的师爷。都十五天半个月的演讲完，金刚经有讲了四句话，这四句话是响动咱规个朝野整世界性的，足出名的四句偈啦。金刚经演讲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！吼吼，注意啊，非常的庄严。那讲要论庄严嘛，无过于这四句啊啦。这四句话有善根的人，有慧根的人呢，听你家地，唔是伫文艺结论证尔，伊看你家地会回光返照。佛祖伊安尼讲啊，释迦牟尼伊咧表明啊，那是有地主哦。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爱解说啊，那么要安怎见性？佛祖甲你教，讲你啊，弟子们啊，弟子们啊，恁千万唔通以色心来见我如来，也唔通用这个形形色色来见我如来，
也毋通用这音声要求我，因你用音声形式要敬我如来，永远都敬袂着啊。因如来就是圣，圣就是如来啊。啊，圣是无形无色，你偏偏摕一个形式，摕一个色身、肉体要敬如来，安尼就亮起了红色的莲花啊，完全不能敬我如来敬得着。所以讲啊，有人讲，事实因讲甘少。啊，难道释迦牟尼毋是有肉体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？无毋对。如果讲，如果若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，能见如来，见会到一只，安尼转轮圣王嘛是如来啊。可是如来毋是用这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所见会到的。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，完全是释迦牟尼以菩提本性的相用而已。哎，你注意敢听有？有较深点嘛哦。譬如讲，注意你看我，如本阿叔做引导的，假设有三十二相啦，有八十随缘好。你看我相貌，是毋是见有我真正我呢？见无着。你看到只是我的菩提本性，我的性的性用而已，我的性所产生出。一款的功能，一作用而已。我的比脚为手，会讲话，会看人，这是性之用。你无见有性，你看到这阴影世界而已。所以呢，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呢，是人行邪道。邪道你莫想个遐尼歹听，叫做骗去啊、错去啊、走正去啊、闪了啊、错误去啊、邪去啊，叫做是人行邪道。不能见如来啊，注意，如来你在旁边画条船，叫做性啊，本性的性就是见性的性，不能见到如来性就对。所以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爱见性为宗啊。如果若见性以后，一切代志拢好讲；见性以后，你讲经说法，能清醒说法。如果无见证人来讲经说法，叫做相说。相说拢处处着相说法，会自我误人，因此不能牵人出世解脱，佮同时牵间人落这灰坑三界内。所以见证人叫做清净说法，引人出三界。如果讲无明心见证人讲经说法，叫相说，执着一切相而说法。众受生灭啊，生灭法和众生明明是害死众生啊。所以呢，《金刚经》这段伊的话语呢，完全是要教恁教咱呢，唔通以这个色心来见如来，莫以音声要求如来，因为如来者就是性。好、哦，有人讲啊，三十二相唔是足庄严遐啊，后壁迄尊啊，这是一块伊的。性之用啊，像讲我诶，伊性你嘛看未着，毋过看未着是看未着，由我诶动作讲话，你着见着讲，如本法师还阁活诶，如本法师伊内在阁存有，伊有生存诶存在。如果伊倒伫遐未讲话，永远袂遐呢，就伊性脱体啊。咱要见诶，就见即个清净诶性啦，安尼就有明白无啊？即做要紧诶哦。在这所在，咱要搁加对教咱呢，较一方法，佛性如何来见？如何见佛性？注意听好哦。开悟的祖师原来讲啊，伊讲心本无相啊，因境呢生心，因心现境啊，心境即灭啊，法心现前。哎，上边边啊，也无呢。伊导演教咱真清楚滴啊，用心本来就无形无相诶。如果若心有形有相，不名为心啊。虽然讲看鬼看袂着，是应该啊；看有形看袂着，应该啊。若讲有形有颜色，是乌红青白，迄也毋是有形；讲有形是三角形诶、四角形诶，迄也毋是有形。也因为是有形是无形无相。安尼才是难以见得到，难以回性。
古来大德为了你见到你的本性呢，才用尽所有的智慧甲宽卡呢，无非就是要见证而已啊。讲佛性如何见？讲心本来就是无相的，但是听好哦，心无相无不相啊，无相不是动都无啊，不是完空，或者是断灭。固然伊是无常，但是无尽伊作用伫个啊。所以这《楞严经》叫做“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空不空如来藏”啊。即讲起来爱专题演讲，又搁长去啊。总讲一句，无常毋是动都无，无常就代表讲这性，伊毋是用乌红、青、白、三角形各种的形态会当安立的，是远离人世。远离文字上，远离这心缘上的，那会当讲的呢？迄拢是方便之法，所以叫做性离体，不可言宣呢。注意去听好，心本无相，因境生心嘛。这句话就道出来。你坐当家无感觉吼，你卖个分别无感觉，你有一个心的存在哦。啊，形容造出一个阿那多珠。天花绝色的女性，行去边过，故啊，这做哪遐尔庄严嘛？你看了，如本来要讲话啊，因境生心嘛。如果若无一个天主绝色的女性，行去边过，你嘛袂甲分别啊，因为分别心就走出来。迄时阵，你唔茫敢认同认地讲，伊水伊可爱，那当娶当做某，唔知偌好个，你嘛想遐济去。动啊！迄念心动出来，迄就是你性，叫做因境生心啊。咁平常时你也无感觉啊，啊心是倒去啊，找无咧，因为境界互你强了，你的性准长出来，你的心准生出来，叫因境生心啊。佮听好哦，因心现境，因为你有心，才知影有外口的乌红、青白、女性、男性。如果呢，若无心，因缘分别外口境界啊，哎，问题出来啊，注意，这是一个前后问题啦。其实我也注意讲，到底是先有境出来，还是先有这个心出来，还是先有这个法出来呢？哎，这爱讲呢，同一时间，未当讲呢，先有心生还是境生？既然你心境对立是同时存在，未当留入这前后。如果留入前后呢，迄就出问题啊！总讲一句，咱今日讲这话，就是讲，咱要显出咱的清净本性，做出无量宽广宏愿的令你来建立的本性啊！以因境生心，因心现境，后壁这两句足要紧的哦。用心境即灭呢，发心现前呐、啊。心境即灭就是能所相亡。如果永远生活在心境对立的当中，有连锁的对立呢，这永远的沉沦生死啊。所以念佛嘛是同款啊，能念所念，能见所见，能知所知，这个对立性呢，若无甲分碎净化，以空相应为者呢，你永远菩提这个绝胎自性显未出来。所以讲呢，心境即灭啊，是发心现前。理由在这所在，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，这点最要紧的。那么，咱佛教所讲的见性呢？见性这个性是超啊，这善恶啊，超啊善恶，同时佮超出三界啊。唔是咱读册囡仔所读的儒家的思想，明主主张讲咱的性是善的。孙子主张咱的性是恶的，伊这两个老人家拢完全无见性，还佫三界内底一凡夫，但是会当堪称三界内底圣人。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啊，圣人有三款嘛，有世间的圣人、出世间的圣人、甲圣中圣。哦，佫甲最少简单解说，有阿袂听过吼、哦。世间的圣人，像孔子啦、明子、孙子啦，因种无明心见性，因有见有这善恶之性而已。所以，但是伊对这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啦、啊，做了足好。
所以咱足尊重伊个，即世间个圣人。但是见性呢，攀无着一个边缘，依然伫三界内底凡夫众生。所以有一处，啊，诸罗啊，诸罗问孔子啦，哦，讲只孔夫子啊，先生啊，咱人死了后状况唔知如何啦。伊甲印度讲，不知生焉知死啊！在生就无啥啥咯，修身济国，治国平天下，都无甲着足忝啊，都感觉无袂好啊！死了唔好讲啊，伊就无去讲了呀。这客啊，魔女无共款啊，为今生一直讲，讲到无量世以前，今生讲无到，讲到未来世，真未来世呢，讲到你清清楚楚，通三世啊。所以儒家是通一世，讲这些地人尔，过去世、后世伊无讲。这事实咱有要看，咱清楚嘛。所以呢，伊这个明主伊就主张讲哦，咱人的性是善的，伊无见性。用人之初，性本善呐、啊。这个性唔是讲依天地来，天生啊就是善的，唔对。伊见到善，伊无见到恶。所以见善见恶，这是习气，伊个业的行为。咱来做习善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。那讲这人善人咯，伊见到善，善是习气，是习性哩。见到善性，无见到伊清净的自性。这叫做啥呢？叫做善业理。那么孙子主张咱人的性是恶的，像陈近兴、高天明，那是林春生呢，恶恶极呢，罪恶贯满啊，受普天之下人呢，真甲万切啊，家业出去啊。因就在这状况之下，咱每一个人看到伊，看到啥？伊恶性的一面，伊歹习气一面。叫做见了恶啊，所以呢，孙子见了恶的行为，明主看了这个善的行为，两个拢无见性。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性是超乎善恶啊，出三界的根源啊。那么凡夫众生，始终是三界内善行甲恶行底下呢，旋转不停，这拢是构成生死轮回根源所在。所以修道人爱见性，理由在这所在。所以咱作为佛的弟子，爱感觉真庆幸，非常欢喜。拄啊两句话阁未讲诶，明主孔子是属于这世间的圣人。那么出世间的圣人是啥物人？素性，也就是呢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甲佛，应出三界啊，真正是圣人啊，吼、哦。出世间的圣人有包含着世间的圣人，世间的圣人理必然包含着出世间的圣人，这是每一个佛的弟子爱具备的共识甲正见的所在。啥物话叫做出世间的上上啊？这个圣中性呢？圣中性叫做啥？唯有佛一人独有啊！四观的圣人。唯有佛以观圣人最有圆满呐，所以今日咱修道要开悟正果，最后的终点甲目标，最后归宿也就是成佛，安尼就有清楚无啊？这点足要紧。所以咱特别讲话，安尼可见见性足要紧。我嘛无希望讲注意。永远沉浸伫儒家的思想，永远沉浸伫这道教思想，永远沉浸伫外道思想。咱唔多卖，平平静唔好掠伫遐教书人啊。咱化修道来修一个了义圆满出世解脱见性的法门，安尼就有清楚无啊？有真济人修道修无见性，准漂流呢，伫见性的门外，因此受教不准在外头去。只有有智慧人感觉真灵敏甲动静啊，所以见性非常要紧。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啊，真正若见性人，九百只水牛讲都拖袂振动。伊即摆讲个自强号呢，先拖呢都拖你袂振动，能转境不必境所转，如如不动啊。所以啥物叫做混？这灵气经讲啊，讲一念不生啊，
即如如佛啊！一念心无生，即如如佛啊！哦，唔是如苍苍呢？如如佛，监管这个如就是外空，外在一切法空。后边这个如呢，就是讲内在空，起心动念内世界空，内空外空，能自在解脱，名就佛啊！一念心不动，即如如佛。所以呢，咱修行啊，修干呢，哪怕是天要塌落啊，地要崩落啊呢，哪怕世间一直变化呢，修道心唔好变化，这点是非常要紧的呢。我正念的我自见，任世变修我道啊，哦，九牛莫玩呐，高家只有讲，就动摇不了咱道心。修道人若讲无逆境，修道人讲也无考验，该为魔罪啊。所以咱唔爱讲，因为一小小一感情未拄好，事业未拄好，乃至呢修道过程当中拄到逆境呢，因此就拍退断过，这互感觉会用冤仇代志呢。所以咱修道慢慢永远沉浸弃恶向善的观念，即、这个原地站脚步，见到善业甲恶业，这无见性啊。所以咱今提出呢，世间的圣人，也是明主甲孙子这两个的作为呢，咱三个性的问题呢。所以呢，我特别讲话啊，五行的人以自性当下解脱。所以呢，我特别运用这开悟的祖师呢，伊讲了几四句话，伊讲心性五者，自性皆定慧啊。心性理者，自性贪嗔痴啊！吼，注意看哦。那么上边有只倒影出来，伊讲心性难悟了。这个悟的意思，从见到你本来皇宫本来主人，禅宗所讲就是明心见性，安尼自性改定慧。哎，你自性定，自性改，自性慧。万法不离自性，哎，你心性若未为正呢？自性贪嗔痴啊！为了你贪，你无明心见性，你用的是用妄想意识啊，所以这是初下，这过长过短啊。贪嗔甲痴呢，同一时间为你心所拥有才生出来。所以唔使讲啊，心性五者，自性皆定慧。心性美者，自性贪嗔痴，道理在这所在。那么在这所在，咱注意，我要讲话。咱的性并无离开咱呐。佛其实伫咱心中，你唔忙诶，偏偏离开你心呢，向外要追求外在之佛，这分明就颠倒啊，危险啊！所以咱要卖成佛便罢，那有要成佛呢？唔通做颠倒工贵，何为颠倒工贵？唔通心外求佛。你当然肯定你的心就是佛，你的性就是佛。离开你的心并无佛，离开佛并无心，心佛是一体物件。所以我特别讲话啊，开悟圣经，哎，伊客串讲话啊，伊讲众生佛性本具啊，如水一冰啊。无水呢，即无冰啊！众生之外无佛，众生不知佛呢，在心中而挽救啊！如在这水中呢，确实来发喙打就对了。吼、哦，哎，最快吼、哦，这几句话是相当有启示的话，反觉悟话，反动啊，悟性入来话，用众生的佛性。本来就执着嘛，何必呢？离开你本来执着的佛性，佮拼性命要追求外口佛呢？有当我讲的一句话，敢世间人无出错尔呢？啊，你家己执着有这佛性，啊，你佮向外去追求外在之佛，分明就颠倒啊！哦，哪怕是逐天佛做了放光，互你看，你又可能如何啊？你我就开悟呢啊！佛做只放光，互你看。你连了性脱俗呢？我都唔相信。好、哦，
逐天的总统互你看，你就会较富贵呢。意思安就对啦。啊，圣人含凡夫，只是一微误差别尔嘛。啊，有做逐天互你看，放光，给说头壳遐，说到头壳拢无毛去啊，脑毛啊，无毛去啊，你有可能开悟嘛？我唔相信。逐天给你加持灌顶，你就兴奋嘛？卖骗人遐子。所以众生自性自度啊，福不能度啊。这第三讲会讲啊，足入骨嘞。你无听你足艰苦，会精神肝。所以无听你第二层足艰苦。第三讲足精彩，用众生佛性本具啊，咱自己就好啦。逐天有做你看呢，你有可能了生脱死吗？佛祖逐天了放光互你看，你有可能开悟证果吗？了无通用，毫无相干的。所以在这大前提状况之下，咱爱承认咱的心就是佛，佛祖嘛是安讲，伊就做一个足漂亮、足庄严的批论呐。伊讲如水含冰这两个批论呐，冰是为水而结来，离开水并无冰，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冰就代表讲。如果咱凡夫众生有足个夹的，啊贪嗔痴夹掉呢，啊假设啦，假设是冰啦，啊水是伊顺中性的，哦 H2O 嘛，氧化氢的，哦这水的物件是液体物件，就代表咧性，代表咧性哩。啊你袂当离开性，佮另外哦离开粉呢，佮另外有众生啊，哦有人在讲，因为呢粉嘛是为凡夫众生修行的呀。啊，离开众生并无佛啊！啊，咱卖当讲离开佛嘛无众生啊，是一个迷甲悟的差别，净甲染的差别而已。冰含水也共这个意思，冰是为水净啊，零下几度了后产生一个坚固的物件，何况是霜还是冰还是雪的呢？雪也好，冰也好，霜也好，袂当离开水。所以呢，咱修行也同款，梦想也是心，清净的心也是心，啊，并不是讲离开这个心，佮另外有一个佛可成，那安尼就大大问题啊。所以我有当时也会讲一句话，足漂亮的批论呐，就哪产就一半的水啦，这水吼、哦，佮有点重，等一石头啊，起水泡是涟漪啊。然后你用一个脚啦呢，后脚啦吼，甲脚咧水泡起来，又一个佫有水泡，你佫脚起来，三个水泡脚三个，一百个水泡脚一百个，安尼如本来要讲话啊，是毋是因为你水泡一个脚脚到尾呢，你搬水准无用？答案是正确的，有影答案是正确的呢，因为泡就是水，水就是泡。离开水并无波，波是为水自然而一烧一烧起，产生波浪出来。波代表梦想心，平静的水就代表佛性。佛性因为起无明，起贪嗔痴，方便讲叫做啥梦想？难道这梦想会当离开心吗？袂当离开。水会当离开波吗？波会当离开水吗？一体物件，作为一体两面水，所以修行也同款。佛是为凡夫修行的，离开凡夫呢，佛不能得，不能成。哎，你都有明白无啊？这都要紧的哦。好、哦，这开悟圣经讲啊，伊讲啊，如水含冰的批论，离开水并无冰，众生之外并无佛哦。佛是为凡夫众生修行的哦，啊，众生若唔知影佛伫咱的心内，唔知伫心内，佮向外追求呢，即款人真可怜，就亲像讲你伫水内，吼、哦，伫水内去游泳，还是水内呢，佮伫画嘴巴啦，哎、欸，即句话敢听有？哦，是讲你伫井边，还是溪边，佮伫枵死啦，嘴巴死，唔是枵死，嘴巴死去。就讲啊，你就是佛啊，你是迷尔，你若觉觉者，你就是佛啊。啊，唔是讲
伊就做一譬如讲，像伫个水中，我伫水中去画喙焦啦。啊，喙焦并无离开水啊，水就是喙焦，就是迄物件伫，就伫当下尔哩。我这贪心嘛是心，佛心嘛是心，慈悲心嘛是心，啊，痛苦心嘛是心，烦恼心嘛是心。啊，毋是离开这个心，另外阁有一个心呢，那安就误会啊。所以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啊，心佛是一体物件，这是迷悟染净的差别而已。这点非常要紧，安尼最有清楚无啊？佛和众生只是一个迷悟染净的差别而已。所以在这所在，我讲较紧呢，伊时间也得要到啊。我运用这个开悟圣经呢。伊甲恁指点讲呢，骨愈入骨，愈见骨见脆话呢。注意，咱看上边字幕哈，开悟圣经伊安讲话咯。为处一心嘛、啊，即是佛。佛以众生并无别异啊，但是众生着向外求，求之转世，殊佛呢灭佛，众心触心啊。穷极尽行，终无所得，不知食念忘碌，佛祖现前。吼、哦，这位相当的庄严啊！伊这意思讲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条心就是佛啊！咱这条心就是佛啊！佛和众生有啥差别呢？无啥差别呐，只是讲这凡夫众生，伊心都未回光返照哩，无想要净化尔哩。哦，笨蛋，咱是唔肯、无爱，含死对头尔哩。只要伊愿意，愿意要甲净化，愿意呢，含这个空相应、涅槃相应，伊清净心相应，卖处处心呢追求外在一切生灭法，卖染污五欲六尘的物件。卖着上善心，着上外求为正。安尼，你看佛有啥物两样呢？可是凡夫毋是安尼做，伊偏偏呢，讲偏偏呢，就起当伊做，伊心就要向外追求，贪着外在呢，求着了后又去转失去，求袂尽，失袂尽呐。始终只求外在，毋得求啥。所以呢，多数讲一句话真对。殊佛灭佛啊！讲这真错误呢。你都是佛啊，你要对佛，搁找佛。哦，伊这唔是为了啥，是要叫你回光返照。因为禅宗是见性法门，是要叫你见性的，啊，唔是叫人讲卖念佛咯，唔要误会，唔是这个意思。是讲你当下认识你心就是佛，唔茫找离开你心佛呢，搁找外口佛，叫做殊佛灭佛啊，将心掠心。将心做心呐、啊，用心过去个捏去吹就对了。这穷极尽言讲，你一世的人都无在条吹一条迄个佛啊！你吹外口佛是要创啥？你为唔安怎？唔要用不用吹灰之力啊，唔免吹灰之力呢？劈一回光返照，是见有你主人啊！吼吼，我两个唔免咧做，都偏偏咧吹三大阿僧祇劫在吹，吹无咧。不怪做凡夫众生啊！伊讲将心诸心啊，穷极尽行啊，终无所得啊！不知习念妄虑啊，佛智现前啊！你动啊，你的梦想甲停起来，你想过去、想未来、向我攀缘的心，甲修做动啊，甲停起来，你清净佛性动啊，现前啊！轻轻松松、快快活活，像桌顶泥甘的代志，你唔做，就偏偏呢离开你本性，向外去找佛、去找心呢，这才是悲哀的代志。伊意思在这所在，安尼最有清楚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开悟祖师啊，哎，伊老人家佫讲话啊，伊讲初心即是佛啦。佛性即是众生性，性无二别。为众生时，
初心不变，不变；为诸佛时，初心不添；本住其足，若不能决定信初心是佛，纵使累劫修行，终不成道啊！好，这话，互听得较地呢，大快人心啊，庄严无比啊！初心，当下就是佛啊！你有你勇气，当下个承担，唔免惊，爱对自己充满着信心。你的心就是佛啊，然后才开始着手来修行，初心就是佛。因为啊，佛性呢也是同款众生心而修行的啊，而成的啦。那问什么理由？因为性无两项嘛。难道离开这个众生的性，另外有佛性吗？不可能。那么，因为佛也是为凡夫性来修行的，这个性是没我的差别而已。伊意思在这所在，现在佫真解说。用在众生的时，虽然迷惘、贪染、五欲六尘伫造业生死，伊也无消失去啦，也无减一出世啊啦，你也免烦恼啦。但若有一天你开悟证果成佛的时啊，你嘛无加一出世啊，嘛无添一滴滴啊，本住其足啊！吼吼，这句话对咱是莫大鼓励。诸位，你讲到毋是咧？佛陀就是安尼讲。本住其足，用那是不能决定信你的心，就是佛的位置。哪怕是你呢，累生累劫的修行呢，始终都无得成道啊！因为你唔相信你的心就是佛，你是去修什么行？我都想无你的。所以呢，过去有一人，我就对伊讲啊：菩萨，咱修行就是要成佛道，用师父啊！我唔敢修，我唔敢修，假如成个硬硬个佛嘞，讲你太安尼讲，用我太成佛，我苦苦恼恼，烦烦恼恼，成硬硬个佛，我这有可能啊？三个佛有法度啦，这就对自己充满着啥？无信心，无信心如何成佛嘞？佛祖伊讲一句话，惊天动地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话啊！佛祖讲一句话。我是以前是佛啊，你顶是未来佛啊，好是何等安慰的话，何等鼓励的话。本性本来具足，伊讲我如来已经成佛啊，是以前是佛，你顶就指着咱现在诸位在座未来众生呐，讲你顶是未来佛啊，未来啦透过修行的管道。经过见性、修道、正道，有一天你会跟我如来同款，嘛是成佛的时阵呐。叫做我是以前是佛，你定是未来佛呢。现在讲啊，那是不能决定信心，你的心就是佛的位置。纵然累生累劫，嘛是无法度成道就对啦。哎，你最有清楚无啊？这点足要紧的哦。那么成佛需要见性，见性才有法度成佛。所以开悟祖师呢，客串有个讲话啊，注意听好哦。伊讲：欲欲灭佛啊，殊是见性，见性即是佛，佛是自心足得啊。因何离初心外灭佛？见佛后佛。自然其心，心即是佛啊！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佛不堕佛啊！众心灭佛，不识佛，亦不得众佛离佛，不得众心念佛。毕竟佛乃是自性清净心，是啊！好，这个入入句的话啦，这话是完全肯定咱自性的意思。卖甲只话，搁节外生枝啦！卖甲断章取义，唔通甲误会哈，唔通甲祖师误会。卖讲啊，唔是佛祖叫咱念佛，叫咱搁卖念佛。伊角度就徛讲爱先见性。你搁看头到尾，我无教你念佛啊，
这大都真侪念佛人，凡是伊未相应，因这是禅宗建成的道理，听你家的惊天动地话。那么本身唔是念佛的法门，哦，所以注意呢，开悟祖师唔当讲讲欲欲灭佛的，讲如果讲你想要找佛，安尼呢，需要建成。见性了后，当下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。佛是为家己心来成就的，佛是为咱自己来做的。为何呢？离开你心，另外对外口去找佛呢？过去佛，现在佛，只是相信咱的心而已啊。心就是佛，心外并无佛，佛外并无心啊。佛不能度佛的，你听有无？佛无法度度人，那佛讲咱度人呢，迄就大有问题啊！所以佛祖讲，我说法49年啊，未曾度一个众生，未曾讲一句啊。众生也阁是爱自性自度啦，佛不能度，这后壁讲会着。用众生阁找佛的人，即个人无认识三个佛。也未当呢，用咱自性佛过来念佛啦，也未当将咱的心呢过来去念佛，因为这当下不能自信，你的心就是佛呢，因为已经含在见性法门脱离这分中去啊。那问啥物理由？毕竟咱当下咱的心就是佛啊，因为注意清楚，这段意思就是讲的啦。注意，搁听好，这段搁愈精彩。见性，自己爱见；佛自己性的，他人代替不得的。见性嘛，爱你家己见哦。你阿爹阿娘，我都代替你来见性。你介亲至亲的朋友兄弟姊妹嘛，我都代替你的明心见性。他人代替不得的，佛是自己性的。重点在这所在，所以一个正道的圣经一个讲话啊，听好哦，这句话就是画出了今夜的重心点，听好哈，最要紧的哦。伊讲众生自性自度，佛不能度啊。若佛能度众生呢，那么过去、现在诸佛无量无边。如幸福沙遐尼多，众生也是无量无边呢、啊。一尊佛度一位众生，早应该度尽啊！何以如今尚未度尽呢、啊？爱明白，众生自性自度，佛不能度啊！注意有听清楚无啊？这句话是完全建立伫呢修道。人世间人讲的呢，世间人讲的，公修公德，保修保德，公修保不能德，保修公不能德啊。老爸食饭，你囝未饱；囝食饭，老母未饱。那会饱，我讲大大问题，因果错乱。众生自性自度啊！我今仔出家修行，恭敬说法，我阿爹、我阿娘，我都得利益；兄弟姊妹，我都得利益。那么我今天修行成佛，是我成佛，我阿娘也未成佛，我阿爹也未成佛，兄弟姊妹也不能得到成佛，众生自性自度啊，唔通未记难呢？佛不能度啊，佛是教你方法，教你安怎修，至于要修唔修呢？关键问题难道唔是咱自己问题吗？家己问题。若佛能度众生的位置出来哦，是你教。那如果真正佛会度众生，那么过去无量诸佛、无量无边的佛，像恒河沙遐尼济佛，哦，众生嘛无量无边，安尼一个佛来度一个众生，早就度尽咯。即嘛也搁伫众生咧默默受。啊，一个众生和一个佛度，高对视啊，哦，咱两单挑，佮高对视。啊，叫出来！我专门对你讲经，讲到你开悟，啊就唔收你咧。一个多一个高对声，吼，吼，林丹，咱俩单挑啊，
我对你讲啊，啊，讲你都你都早都道尽了，一日一阵去道一个众生哦，高对焦。啊，早应该道尽了，何以如今尚未道尽啊？太道未了。有人讲啊，众生愈来愈济啊。我这答案真简单，佛教讲唔是讲人类干这地球尔，他方佫不容世界。他方不容世界人呐，往生哎呀，众生啊，往生呢，伊有可能投胎来人这地球啊。啊，地球人啊死呢，伊佫投胎他方世界去啊，来来往往啊。所以袂当以局限这地球来论这个人的宇宙问题，安尼袂准。佛祖三千年前就讲了啊，道人道出来啊。从众生无量无边呐、啊，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佛祖嘛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一个佛度一个众生，大。早都要度尽啊，为安怎呢？众生佫无量无边，佫度袂了啊！即分明个众生自性自度，佛不能度啊！诸位讲敢毋是咧？所以只位听你家弟呢，心情总轻松，因暗讲个半小时，嘛感觉真安慰着着呢啦。哦，佫作事无讲了。我都想要去讲的，啊，不过时间超过啊，啊，因为千言万语，哦啊，千头万绪，啊，如本的用意，没有别的，哦，粗言幼语啊，拢改归第一义，和大家见证的呢，啊啊，盼望讲今夜讲了正在精彩，想入门的当中，时间稍无允准吼，耽误注意十分钟，以及。明仔载精彩连连的见证修道正道，同时间再会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谢谢。咱回向一下吼，哎，回向一下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祝大家法喜充满。